家好啦，呢度系沙田元和路同埋乡市会道交界嘅现场。今日喺元和路嘅马路上面啦，我哋见到咧，而家现场咧就已经有数百位嘅示威者啦，咁啊喺度拆紧路上面嘅一啲铁马啦、栏杆啦，咁啊喺呢个十字路口位咧。是設置路障的，咁啊，同啱先入嚟嘅觀眾講聲，大家好，呢度咧係沙田鄉事會路同埋元和路嘅現場，咁啊，現場我哋可以見到啦，已經有數百名啊示威者咧，而家咧正係拆緊路邊嘅一啲鐵欄啦。咁就用塑膠帶去整成一個三角形，咁啊喺呢個十字路口位嘅每一邊咧，都係設置咗路障嘅。咁啊，其實喺較早時分啦，大概十五分鐘之前左右啦，咁啊示威者咧就已經去咗呢個沙田港鐵站咧，咁啊去破壞一啲閘機啦，亦都用滅火筒咧。去令到沙田去破壞沙田站嘅一啲設施，咁啊，佢哋破壞完之後咧，咁啊，沙田港鐵站咧就已經宣布咗喺封站，咁所以而家港鐵係唔停沙田站嘅。咁啊，示威者咧就轉移咗，咁啊嚟到呢一個元和路上面咧，咁啊繼續做一啲示威嘅行動，包括塞路啦。咁所以我哋見到而家咧喺馬路上咧，咁啊。係有唔少車輛停咗喺度啦，咁啊大排長龍。咁見到有啲人咧就已經係喺私家車同埋小巴上面落咗車噶啦。咁而家示威者咧已經成功咁樣啦，喺呢個十字路口位咧嘅四個路口度都設置咗閘物。咁啊，聽到有啲人話咧，呢個係一個快閃嘅行動嚟嘅。咁而家有部分人咧。就是沿住沙田鄉事會路啦，咁啊，向緊沙田圍嘅方向行過去。咁我哋而家就跟隨住示威者一齊行過去睇下啦。咁啊，而家喺元和沙田嘅元和道同埋沙田鄉事會路交界咧，咁啊示威者咧就已經用唔同嘅雜物咧，咁啊設置咗大量嘅路障。咁樣咧見到咧就有而家示威者咧就喺呢個快閃堵路嘅行動之後咧就開始散去啦。咁有部分咧就係沿住元和路咧。咁啊，行緊去呢個游泳池嘅方向，小部分人係沿住元和路啦，咁啊行咗過去沙田運動場嗰邊，咁咪都有部分嘅人咧，而家咧就係沿沙田鄉事會路，咁啊下往沙田圍嘅方向，咁啊我哋而家就跟過去。沿沙田鄉事會路啊，跟過去睇下啦。咁我哋而家喺沙燕橋嘅位置。
咁啊，見到咧喺沙燕橋嘅兩邊都係有示威者嘅。咁啊，似乎有啲示威者而家就猶豫緊，要唔要離開剛才佢哋堵塞路口嘅嗰個十字路口位。咁啊，開始有啲示威者啊，倒翻轉頭啦。咁啊，似乎係想行翻去呢個元和路同埋沙田墟市會路嘅交界。咁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埋眾高官啦，今日下晝三點咧，咁就宣布咗會引用呢個緊急法啦，咁就去實行呢個禁蒙面法。咁啊，聽日就會開始實施噶啦。咁啊，關於呢條法案啦，咁啊，其實有好大社會上應該都有好大嘅爭議啦，咁亦都令到好多示威者不滿嘅，因為咧，咁啊，呢個禁蒙面法啊，實行咗之後咧，咁啊，示威者啊喺參加啲未經批准嘅集會或者遊行咧，咁啊唔可以咧蒙住塊面啊，咁啊，所以咧。在今天的晚上啦，除了沙田之外咧，香港啊各個地區啊都有一些示威集會的行動啦，咁啊包括中環啦、黃大仙啦、荃灣等等嘅。咁我哋見到啦。現場啊，大部分的示威者都是戴上了口罩的，咁去遮擋自己的臉容。咁我哋而家繼續咧，就行往沙燕橋的方向。咁啊，而家我哋喺沙田呢度啦。咁啊，剛才呢喺沙田嘅示威者咧，咁啊，首先啊喺較早嘅時分啦，咁就去咗沙田港鐵站，就破壞咗站內嘅一啲設施，咁啊，例如閘機啊等等啦。咁啊，隨後咧，港鐵站咧就已經宣布封站，咁所以而家咧沙田站咧係唔停站嘅。咁啊，跟住我哋而家咧就係隨住一批啱啱喺元和路快閃堵路嘅示威者啊，行緊往呢個沙燕橋嘅方向啦。咁見到啊，有示威者咧就拖住個鐵嘅欄杆。咁啊，未知系咪想堵塞呢一边嘅道路？咁啊，見到有人啊，就用一啲雷射燈啦，咁啊，嗰
剛才又是照射住那些大廈的方向。咁我哋而家就過咗沙燕橋，咁啊，突然間去沙田路嘅方向。咁啊，沿路啊，示威者一邊行啦，咁啊一邊嗌香港人反抗呢句口號。咁啊，呢一句口號咧，就應該係今日新出現嘅一句口號啦。之前咧，大部分人咧，多數示威者啊，喺遊行啊集會嗰陣咧，多數都係嗌香港人加油嘅。咁啊，但係因為今日啊，相信啊，因為政府宣布要推出呢個禁蒙面法啦，咁啊引嚟咗示威者好不滿嘅一啲情緒，咁啊所以啊將口號由香港人加油改為嗌香港人反抗，咁啊以示對呢條法案嘅不滿。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已經嚟到河畔隔離。咁啊，我都下，我唔介意兜路揸车啊。喺马路上啦，有司机咧就虽然佢本身就喺马路上行驶紧啦，有司机。咁啊，虽然佢嘅路咧就俾示威者堵塞咗，咁啊有一名司机啊，咁啊就未有因此啊表現一啲不滿啊或者憤怒啦，咁啊甚至啊拍向住示威者拍掌，咁啊話要支持佢哋。咁我哋而家嘅位置咧就喺大涌橋路同埋沙田圍路交界。車路咧都已經被示威者佔據咗。剛才咧喺元和路上面設置路障嘅示威者咧，而家應該大部分咧都啊沿住
沙田圍路咁啊，離開緊嘅。咁啊，大部分人咧，咁啊一邊行啦，就一邊大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同埋香港人反抗嘅口號嘅。咁啊，剛才示威者雖然啊，就進行咗啲堵塞道路嘅示威行動啦，咁啊，亦都啊有，但係咧，亦都見到係有司機咧，咁啊，表現咗對示威者啲體諒啦，咁啊有司機啊係特登啊拉低咗佢嘅車窗，咁啊對住示威者拍手。同埋佢哋講啦，唔介意佢哋嘅示威，因為佢哋嘅示威行動咧，兜路離開嘅，都係表示對示威者支持。咁我哋見到啦，唔少示威者除咗咧係戴上口罩之外咧，咁有唔少人咧都係攝咗衫嘅。咁啊，不論男女啊，現場見到大部分人啊，都攝起咗自己件衫。反抗！咁啊，喺沙角街馬路上嘅
常之緩慢咁樣前進緊。咁見到後面都有嚴重嘅交通擠塞嘅問題。咁我哋而家咧就已經嚟到沙田圍站下面啦。咁啊，相信啊示威者應該咧就想破壞呢個沙田圍碼頭站。咁我而家去碼頭站睇下啦。見到喺沙田圍站嘅出口位置啦，就已經有人咧係用噴漆啊塗鴉咗，咁啊寫一啲粗口啊同埋擋鐵嘅字眼，咁已經係破壞緊噶啦。靠大家嘅手機啦！咁啊，都有人係嘗試啊破壞呢、這個。閘口啊，閘機啊，已經全部都嚴重地被破壞咗。咁啊，沙田圍站內啦，都已經播啲廣播啊，就叫人啊，緊急咁離開沙田圍站。咁啊，都應該係爆咗水喉。咁喺沙田圍碼頭站入面啊，港鐵咧就已經播出緊一啲廣播啦，咁就話站內發生緊急嘅事故，咁啊叫人離開站內。咁啊，示威者已經啊喺站嘅出口位置啦，咁啊用一啲竹竿，咁啊去破壞唔同嘅設施。都是有打爛一些閉路電視啦、廣告的燈牌。咁啊，沙田圍站而家咧就已經啊被嚴重咁破壞咗，咁相信咧就即將會停站噶啦。咁啊，有部分示威者喺破壞之後咧，就離開緊嘅。
而家沙田圍站嘅兩邊出口 A、B、C、D 出口咧，都已經被示威者破壞㗎啦。咁啊，包括閘機啦、廣告牌啦、玻璃窗啦、一啲閉路電視啊，都已經係被打爛啦。咁啊，示威者啊，開咗遮，咁啊，遮住自己嘅臉容。咁啊，剛才佢哋敲打完呢個賣飛嘅賣票機之後咧，咁啊，其他圍邊嘅示威者啊，咁連沙田圍站咧都已經啊，5分鐘之前就不斷放出廣播啦。咁樣就話站內發生緊急事故，我相信已經停咗站噶啦。咁啊，唔少示威者啊，已經迅速咁樣破壞完沙田圍站啦。聽到啊，現場有人就嗌。圍站啊！呢一間便利店咁啊，響緊警鐘，不過就依然營業緊嘅。側邊啊嘅店鋪都已經閂曬啦。而家唔少示威者咧喺破壞完沙田圍馬鐵站之後咧，咁啊行翻出站外噶啦。咁而家就係沿住沙角街。咁聽到咧就有一啲示威者啊大嗌又一城啦。咁而家咧消防車咧都已經到場噶啦。佔據咗道路啦，同埋出現緊交通擠塞嘅情況。今日都有人係用咗數個垃圾桶同回收桶設置咗簡單嘅路障。港鐵發布消息啦，今日確認咗唔會停呢個沙田圍站噶啦。同埋剛才沙田圍站啦，就已經係俾示威者快閃咁進行咗一輪破壞。咁啊，站外設施咧幾乎都已經全部被摧毀啊！
叔。今日你哪位？你别乱扔，别扔。咁啊，而家啊，记者啊，身处沙田啦，咁啊，跟随紧示威者，为紧啦第一城方向跑去。香港人，反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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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咁啊，示威者一边行嘅期间啦。都是一片不斷嗌香港人反抗，反抗呢一句，反抗新嘅口號，反抗香港人，反抗反抗反抗，同埋因為之前喺一啲遊行啊、示威活動中啦，反抗示威者通常比較喜歡係嗌香港人加油，反抗反抗。但是今天下午三點啦，咁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埋眾高官咧，咪宣布咗，聽日起啊就要開始實行呢、這個推行呢個禁蒙面法。咁啊，似乎激起咗唔少示威者不滿。咁而示威嘅口號咧，亦都由呢個香港人加油改為香港人反抗。上面都見到示威者用垃圾桶啦、鐵馬啦、欄杆去設置路障，咁啊，所以相信今晚喺成個沙田區啊，一啲路面交通嘅擠塞情況咧就會比較嚴重。在10月1日的示威行动中呢，咁啊
警方咧係當日咧一共係開咗六槍真槍嘅。咁啊，其中一槍咧就喺荃灣區，咁射中咗一個中午嘅男生嘅肺部。咁啊，現在佢情況都非常之危殆。咁啊，而喺呢三個月嘅一啲示威行動中啦，其實都會見到示威者同埋警方啊，就有唔少嘅衝突。咁啊，警民嘅關係咧都係比較緊，越嚟越緊張啦。咁啊，或者啊，呢個就係導致到一啲示威者會嗌出呢句新口號嘅原因。咁啊，要求解散警隊，刻不容緩。隨住沙田的示威者啦，咁啊從沙田圍站的方向，咁啊行緊去第一城的方向。咁啊，剛才咧示威者已經係喺沙田圍站進行咗個快閃破壞的行動。咁而知佢哋而家前往第一城咧，就會以呢個第一城馬鐵站咧作為一個目標。識各樣的口號，咁啊，不過今天最多人嗌的口號咧，就應該係香港人反抗呢一句啦。
哋而家咧就越嚟越接近呢個第一城馬鐵站。四位姐今年的年齡是18歲，你今年幾多歲？19歲。咁啊，我哋而家訪問緊有其中兩位四位女仔啦，四位嘅女仔啦，咁啊18和19歲嘅分別。咁啊，點解你哋係本身係咪住呢一區？係。咁點解你今日會出嚟參加呢個示威嘅？因為政府越嚟越離譜咯，即係你又唔。你由隔咗3個月你先撤翻嗰個送中惡法，到而家你竟然你話嗱，即係林鄭月娥話落區對話，你對完話，我唔知你對咩話啦。雖然我冇聽，我冇睇過你同除咗個醫管定唔知咩管啦，醫管嗰、那個對話之外，我唔知你上星期係啦，我就唔知你同邊個對過話啦。跟住你仲要今日同人講話，你過咗12點之後你係禁蒙面法，你真係越嚟越。獨裁啫，我想講。但係香港由100多年時候英國統治，到而家可以整到咁樣嘅國際地位嘅時候，你變翻獨裁政府。小心啊！大家小心。你我唔知道中共究竟有咩好處俾你咯，其實。其實我覺得你只係中共一隻狗嘅時候，你仲喺度不斷幫中共打壓我哋，你係唔正，你係好拉離譜咯，我想講。咁想問啦，咁啊。在實行了這個禁蒙面法之後，你們還會不會參加一些示威的活動？會，會，即使是未經批准你都會參加。是。那麼為什麼呢？你們怕，即是你們會不會怕或者擔心啊？其實一定會的，只是我覺得如果這樣 我希望或者我相信這樣抗爭下去是會變翻，即係會有啲嘢爭取到翻嚟咯。就算可能係，我唔知機會幾大啊，但係我都好希望一直做一啲即貢獻到嘅嘢出嚟，貢獻啲嘢出嚟。你啱先話你係你咁想未來真係冇咗自由咯，同民主呢樣嘢咯。所以你係為咗自由同埋民主先企出嚟？想問你哋啱先話你18、19歲啦，咁你哋係啱啱中學畢業？大專生，啱啱大專生，即係在讀緊書嘅。有冇啲咩想同觀眾或者同政府或者透過呢個直播去講呢？各位加油啦！堅持落去，唔好放棄咯！天滅中共。咁啊，我哋啱先訪問咗兩位年輕嘅示威者。他們有講解到他們參加這個示威的一些原因。他們訪問那邊嘛，今天在訪問同時我們已經到達了第一城站了。本身呢這個第一城馬鐵站的播出口是漏了閘的，現在示威者就推起了一個閘，咁啊進入站內進行破壞嘅。
沙田圍仔一樣，我話喺示威者啊大力破壞之下，咁啊已經爛曬，咁啊而家可以見到地上咧係有玻璃水啦，水漬啦。咁啊，示威者而家逐漸離去。咁其實咧，啱先咧，示威者已經破壞咗呢個沙田圍站啦。咁破壞完之後咧，咁沙田圍站啊宣布封站，然後示威者咧就一齊就話要去破壞呢、這個，唔就一齊行咗去打城呢個方向。咁啊，啱先係破壞咗打城馬鐵站。咁一開頭啊，馬鐵站係攞閘嘅。咁啊，隨後小威姐拉起個閘，咁啊進入進行一個快閃嘅破壞。咁啊，除咗破壞之外啦，小威姐都係喺馬鐵站嘅牆上面啦，咁啊寫咗佢哋嘅一啲訴求，咁啊例如光復香港，咁亦都係寫咗九鐵個字啊，咁啊應該係表達對港鐵的不滿。咁喺沙田嘅示威者咧，咁啊係先後咧已經破壞咗呢個沙田港鐵站啦、沙田圍同埋第一城站。咁啊，示威者速度都比較快，咁而家咧就已經離開緊第一城站噶啦。咁啊，一邊離開，一邊繼續咧，咁啊舉起八姐。咁示威者啲站外嘅。
小二啦，主要就是破壞站內的一些設施。啱先喺站內啊，收信號收比較差啦。咁啊，因為第一城站咧嘅兩邊出入口咧都係攞鐵閘嘅，咁啊示威者先後拉起咗鐵閘，咁啊破壞站入面嘅一啲設施，咁啊包括閘機啊、鐘啊、閉路電視啊、玻璃啊等等啦。今日在剛才信號收得比較差的期間，記者就入咗去巡視咗站內的一些商店，咁啊商店都攞閘啦，都係未有遭受到冇破壞嘅。咁啊被破壞嘅主要都係一啲港鐵嘅列車嘅設施。咁而家示威者咧就已經離開咗有一城啦站啦。咁啊，似乎商討緊下一步要去邊度。我打油啦！阿叔啊，唔好卡住啦！好卡住啊，阿叔啊！今天晚上示威者在沙田區呢總共破壞了三個港鐵站。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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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個站分別就是沙田站、東鐵線的沙田站和馬鐵線的沙田圍站，有第一城站，第一城站。
者，我哋需要上前面睇下。在牛皮沙街，咁我哋而家系喺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对出。咁啊，沙田区嘅示威者，刚才进行咗连串破坏港铁站嘅行动之后呢，咁而家就嚟到牛皮沙街嘅中联办新界工作总部，咁啊，似乎喺度尝试叫开紧铁闸。示威者都是已经占用了牛皮沙街的行车路啦。咁啊，自己一路就咁，啱先有示威者似乎将砖头破坏玻璃外墙，暂时又未成功。咁我见到啦，示威者已经喺墙上面写咗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咁啊，同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有 Free Hong Kong 嘅一啲字啊。咁啊，示威者而家开始啊，用砖头啊，抌向呢个中联办新界总部啊嘅外墙，咁似乎系想打破呢个玻璃，睇头啊！我借佢睇头，我借佢睇头。咁我哋而家嘅位置咧，就系沙田牛皮沙街呢个中联办新界总部啊，最出
咁啊，示威者啊，就用一啲砖头啦，同埋竹竿啊，尝试打烂窗户同埋摄录机。咁亦都系喺中联办嘅外墙呢栋建筑嘅外墙上面啦。咁啊，写咗一啲口号，咁啊 ，Liberate Hong Kong， 同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同埋 Free Hong Kong 等等。马路上面啦，依然系有数百名嘅示威者而家聚集紧，咁亦都有人系搬紧一啲栏杆同埋铁马，咁啊喺马路上面设置路障。快手企好走啦！我真冇意思噶。而家喺牛皮沙街的路上，大部分的示威者咧就系走出咗马路。哇！咁我见到前面咧，似乎有示威者就点咗火啊！快快闪啊！好啦，走啦！今日喺元朔圍對出，呢個應該係走啦，走啦！咁啊，有示威者喺路上。燃燒嗰啲雜物啦，小力員行動基地及報案中心，今日喺呢個報案中心前方啦，咁啊有啲人啊，除咗用雷射彈啊照射住建築物嘅外牆，都係有人燃點咗一啲火種啊。咁啊，不過有人就話入面喺報案中心面應該係冇人嘅，掉磚啦。嗱，咁啊，所以啊，佢哋啊，即係燃點咗三個比較微弱嘅火種啊，跟住就離開咗啦。咁我哋而家跟住佢哋啦。我哋見到啦，喺今晚成晚沙田嘅示威行動當中啦，咁啊，示威者速度都係比較快嘅，咁啊，主要都係可能用大概五至十分鐘去做一啲破壞或者堵路，咁啊，跟住就會比較就會
好快咁樣就話要離開噶啦。咁即係俗稱快閃啦。咁啊，今晚暫時示威者破壞嘅地方包括三個港鐵站啦，咁沙田站、沙田圍站同埋第一城站，同埋呢個中聯辦，咁啊新界總部。咁啊，佢哋都會喺破壞的同時啦，咁喺呢啲地方寫上啲示威嘅口號。咁啊，相信係要表達佢哋嘅一啲不滿同埋訴求。咁而示威者啊，喺沙田區啊一帶嘅馬路上移動期間，都進行咗唔少堵路嘅工作啦，設置咗唔少路障。咁啊，相信啊係幾影響呢一區今晚嘅交通嘅。咁啊，但頭先咧喺示威者進行堵路期間，都係有聽到司機咧係同佢哋打氣啦，咁啊表示唔介意佢哋嘅示威活動。破壞，咁相信咧，第一城站已經停咗噶啦。都幾同嘅，好啦。示威者用緊大量嘅雷射光燈啦，咁啊照射緊港鐵站、港鐵嘅 logo 啊，咁啊一邊照住一邊大嗌著火。原來現在全線馬鐵站呢都已經是停站了，即是不會通車的了，馬鐵線是不會通車的了。現在已經反抗，今晚未知示威者下方是什麼，現在發火，解散警隊，加大防護，安街定屋街，时代革命，反抗。好仔多妻，安街定屋街。原来又中啊！
學生再中實彈，原來有中學生再中實彈，屌閪老闆！睇下點樣好。正正，中邊啊？閉下閉下，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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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行一边大嗌，六大诉求缺一不可。咁啊，系啦，咁啊，有留意开呢个示威嘅行动或者新闻嘅，应该都会知道。咁啊，示威者啊，一直以嚟咧都系最主要都系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咁啊，而家多咗一个诉求。第六個訴求就應該是個解散警隊，所以呢示威者現在呢就是六大訴求缺一不可。香港人加油這句口號呢也都改了做香港人反抗。其實呢，剛才有記者在這個這一連串快閃的行動期間也都訪問了其中兩位參加今晚示威行動的示威者。兩名受訪者呢就是大專生，他們都是話今晚出嚟進行呢個示威嘅行動咧，主要都係想表達翻對於政權嘅一啲不滿。咁啊，覺得我哋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獨裁啦。咁啊，即使上星期又舉行到一個對話會啊，咁啊都係未有聆聽一啲示威者嘅訴求。咁啊，兩位參與示威的人啦，嘅女仔啦，都係表示咧，咁啊，即使係之後嚟緊，即將可能會實行呢個禁蒙面法啦，佢哋依然會害怕去參加啲未經批准嘅集會嘅示威行動。落雨，落雨。佔據了馬路，所以車輛未能夠通過。現在示威者過緊城門河，
往石門站嘅方向。咁我哋見到眼前咧，就已經係馬鐵線嘅石門站啦。咁啊，小威姐，今日喺沙田道咧，先後已經破壞咗三個港鐵站。咁未知呢個石門站咧，會唔會係第四個啦？前方咧就傳嚟咗一啲叫喊聲，咁啊大部分示威者啊，似乎咧就已經係行到去石門站下面，唔會話去出口，唔會話咁啊，應該係已經破壞緊㗎啦。第四個在沙田區被破壞的港鐵站。
個示威者成功啊嘛，令呢一個站水浸。嗰邊啲咪有冇庫啦？咁而家咧就喺呢個快閃破壞嘅行動之後咧，咁啊再次快速咁啊離開緊啦。兩邊的出口呢都是水浸緊，而地上都有不少啊示威者破壞過後的痕跡，一些爛了的化通閘。是諗住有下一個目標，定係會散去啦？做咩下個室咁啊？水冇間，咁啊！石門站水浸嘅情況都比較嚴重啦。咁啊，有人形容係石門嘅水冇間，會都有人喺石門站出面啊，寫出賣港嗰啲寫字。
而家嘅位置就喺石門，沙田石門嘅安樂街。今日雖然港鐵啊，喺較早前咧，已經宣布咗今晚馬鐵線啊會停駛，不過剛才示威者依然咧就拉起咗石門站嘅閘口，同埋盡佢破壞嘅。示威者在沙田區的一些示威，即包括堵路和破壞港鐵站的行動，今天已經持續了兩個小時有多的了，在今個晚上。但是現在已經是接近就來十點了，但我們看到依然是有不少的示威者，目測呢最少也有數百名的示威者，依然聚集緊，暫時未見示威者有散去的意欲嘅。住呢個快閃示威嘅行動啦，咁啊，截至暫時為止，就喺八點幾到接近十點啊呢段期間咧，咁啊示威者破壞咗唔少啊港鐵嘅閘口啦，嘅站，港鐵唔破壞咗四個港鐵站，同埋都截至咗唔少路障。不過暫時在沙田區，我們今個晚上都未見有警察出動的。現在我們就去到新界鄉議局對出，在沙田的新界鄉議局對出，示威者開始進行破壞啦，包括在牆上面塗鴉啦，亦都拉低了牆上面一些橫額。今日牆上面的塗鴉就寫上了添字字眼。
沙田的新界鄉議局入門口。為什麼小姐啊快速地破壞完啦，再次離去啦。咁有人就話啦，應該係有警察嚟緊，咁所以就呼籲啱先進入咗新界鄉議局建築物內嘅示威者盡快離開，因為示威者啊，除咗破壞咗鄉議局嘅正門咯，佢哋都係入咗去啊，仲有啲塗鴉，有啲打爛咗，行快啲啦！玻璃窗。咁啊，大部分示威者啊，都係用咗數分鐘去破壞啊嘛，而家又再離開啦。示威者在沙田區的各個地方都進行了一些破壞。示威者突然跑緊，咁而家刚才啊，有人啊，突然间喺后方大嗌有狗啊嘛，应该系指有警察啦。咁跟住示威者就一字一字咁样跑离咗呢个新界鄉議局啊，对出。咁而家示威者啊，系向紧呢个沙田万怡酒店方向嗰边啊，行紧啊，同聚集啦。电话
keep 住先 ，keep 住先。有冇人接电话？叫示威者唔好行過去小瀝源嗰邊。今日其實咧，示威者今晚成晚咧，今晚一直係基本上係霸佔咗沙田區嘅唔少主要嘅馬路啦。咁啊，四處移動去進行快閃嘅示威行動啦。咁所以係令到沙田區嘅車輛非常之擠塞嘅。咁啊！但係我哋咧沿路跟住示威者都聽到，唔少嘅駕車嘅人士咧，咁都未有因為交通擠塞啊，咁啊表示不滿，暫時未見到有啦。咁啊，相反亦都見到唔少車輛喺示威者經過嗰陣咧，咁啊會拉低車窗同佢哋打氣嘅，甚至都係可能好似啱先咁樣啦，會提醒佢哋啊。邊個位置有警察咁樣？咁而家我哋咧就過緊城門河啦，咁就行翻去。即係嗰邊跑過嚟啊嘛。第一城嗰邊啊，嗰個方向。冇落下面喎，下面如果佢哋揸架車落去係直。咁剛才咧？有在前方駛過嚟嘅一個揸私家車嘅車主咁啊，同小威姐講啦，就話小瀝源嗰邊咧就有唔少嘅警察，咁未知小威姐咧直行啊，唔好落去啊，避開啊，直道嚟噶，警察嘅位置喺後面。示威者雖然是在馬路上面行，不過就未有設置一些路障，所以現在是在馬路上
士，佢都係有車輛駛過，有少少危險。村外的人呢咁啊作出咗警告啦，咁就话呢出面嘅示威者呢就係、是、进行緊违法嘅集结嘅，咁啊要求警村外嘅示威者离开。咁啊刚才收到同事消息，咁啊喺沙田警村外啦，咁啊有示威者去聚集緊啦，咁啊刚才我向警署方向投擲砖头，咁而警方呢都已经系警告咗，咁啊发射咗同埋发射咗3枚嘅催泪弹。咁而家呢现场嘅示威者应该都收到消息啦，咁啊听到示威者呢就指住警署嘅方向呢，就话嗰边已经发射咗催泪弹。咁而家暂时呢示威者啊停咗喺十字路口上面，咁啊未知啊係會向邊一個方向行去嘅。
現場的示威者呢亦都是收到消息呢就是在沙田警署那邊啦，警察就已經放了三枚的催淚彈，並且是說現場的示威者，即是在沙田警署外駐宅的示威者呢進行了一場違法的集結，要求示威者離開。但我們跟著的這一批四圍進行了連串快閃啊、堵路啊、破壞港鐵站的這批示威者暫時就未散去，咁啊繼續沿住大涌橋道上面行。喂，做乜啊？你叫撚咗咪啦，嗱火炭咯！咁啊！而家示威者應該是對於要行邊一個方向有啲分歧。咁似乎有人就行緊去火炭嘅方向，但亦都有人咧就覺得唔應該行過去嘅。现在有不少人呢就是过紧桥啦。咁啊，帮手啦，齐上齐落啊！有人话要去和斜帮手，齐上齐落嘅。今日見到橋上面咧係逼唔曬線，可以啊！示威者咁啊，呢一批喺石門度上咗快閃嘅示威者啦。咁啊，剛才啊，對於要前進嘅方向有啲分歧。咁啊，有部分嘅示威者咧，咁啊，想去沙田警署嘅方向。咁啊，應該係想幫助其他，即係剛才喺沙田警署度啊，食咗催淚彈嘅一啲示威者。咁亦都有另一批示威者認為嗰邊既然有警察啦，就唔應該過去嘅。咁我哋而家就跟隨住呢批應該係去緊沙田警署嘅示威者。
一個快閃的小威行動，都包括有破壞呢個鄉議局啊、中聯辦的建築物啦、都係有進入四個港鐵站進行破壞。咁啊，示威者啊，今晚啊都係動作比較迅速啦，咁啊俗稱快閃的行動。咁就暫時我眼前的呢一批示威者都未有遇上啲。没有遇上警察。咁啊，不过咧，刚才因为有示威者收到消息啦，咁啊喺沙田警署对出啊，警方咧就施放咗三枚催泪弹啦，已经咁啊，去驱散喺警署外聚集嘅人。咁所以咧，就有部分示威者嘅决定咧，要去沙田警署。示威者啊，大多數都係著住黑色衫咯。咁啊，唔少人咧，臉上係戴著口罩嘅，即係普通嘅外科口罩，藍色嗰種，或者黑色口罩啦。咁亦都係有人係手持住雨傘或者竹竿，亦都係有人咧一直啊推住。supermarket 嗰一種手推車啦，咁啊車入面就有一啲水啦、乾糧咁樣沿路去問示威者有冇需要。咁啊，其實喺反送中運動呢幾個月以嚟啦，唔少示威者咧，每次出去參加遊行或者集會嗰陣咧，都係會用口罩啦，或者一啲臉巾咧去遮擋住自己嘅臉容嘅。咁啊，避免俾人啊拍攝到自己嘅外表啦。咁啊！但系今日啊，下昼三点啊，政府啊宣布要沿用紧急法啦，咁去推行由明日起推行禁蒙面法，咁啊禁止示威者系参与未经批准嘅示威活动，咁啊，例如。集會或者遊行的時候遮擋住自己的臉容，如果違法的話呢，要罰款，同埋最高的刑罰呢就是監禁半年同埋罰款啦。所以呢政府的這個決定呢就令到不少反送中的示威者是不滿，所以今晚除了其實是除了沙田之外呢，有不少地區呢都是有一些示威的活動，而其他區的情況都是頗為激烈的，包括元朗啦、港島區啦、黃大仙等等。今日仲有啲佢喺度，嗰边走咗一半喎，你系举头，你做咩？你调转头去同佢讲声啊！我点跟啊？跟住，我以为咧后面咯。咁你讲你走你行嗰边嘛，有两个方向，我点行啊？我行咗一半，跟住后面个头咧，我见到你喺头嗰度行翻过嚟。即係你而家問問先啦。咩話？而家嗰邊有冇電？冇啦，佢係玩咗我哋咯。冇啦。哎呀你！你送咗翻過去咯。我而家遊過去咯，好唔好？
家點過去啊？咁你啱先佢橋喺前面啊！而家我要兜個圈翻去啊！我打電話俾你哋又唔聽。咩？我聽咗啦，咪第二下先聽嘛。嚇！我係冇打爸媽。咁你又行咁快 ？Sorry 咯。知唔知佢哋係想點？即係咧，你咩？我唔係叫住啲人同我一齊翻嚟，我先拍拖嘅。嗰邊邊行邊掉到咩？呢班人要掉，要掉頭轉過嚟我斜。如果要拉嘅話，咁你要拉咪拉嗰邊咯。而家前面已經見到啦。嚇！但係而家咁樣過翻去唔得咩？而家佢哋都會過翻嚟，而家我哋過翻嚟有咩用先？佢哋會過翻嚟？我屋企等嗰度。咩啊？佢同佢哋一齊咁樣啊嘛。佢要兜過去，跟住轉翻嚟。嚇！佢係想兜路行。即係佢以為呢班人去殺警署。嚇！唔係咩？我理解係。但警署都放曬啦，啲人咪去咗元和路嗰邊咩？如果你唔係，你幾多咋？佢問：，佢已經退咗十字路口嗰邊，呢邊會有事噶嘛？肯定嘅，咁我哋合作。佢喺前面啊！我哋希望。咁我哋而家喺元和路上面啦，今日已經行到去近沙田鄉事會路。系啦，咁啊，暂时收得唔系几好，咁我哋中断咗呢次直播先。